生日歌吗？明明，哦，你在唱什么呢？我在唱生日歌呀。小鹿过生日，这个是生日歌吗？当然是了。过生日的话，当然少不了礼物啦。哦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是若泰的甜心屋与半夜盒。哇，这个是生日主题的吗？当然啦，你要和我一起拼吗？好呀。那我们把它打开。嗯。这里有三块木质的拼图，一瓶胶水，还有一个音乐机芯。那我们开始拼装吧。好，那我你先拼装，然后我装这个。好，这些我都要拿下来。蛋糕已经拼好了，我的底座也拼好了，给它拼到一起吧。好，好了，我们现在试一下先。哇，啊，好美的音乐呀！祝你生日快乐！啊，我都跑调了。这里有一张卡片，我们写上给小绿祝福的话吧。好，兔小绿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开心每天。你呢？你写。我要写，祝小绿天天都漂亮。写上我的名字，玲玲。我没写名，我没写名，我要写上，我写上玲玲。好了，耶！礼物做好了，我们快请小绿一起来庆祝吧。可是小绿来不了呀，他在对面给我们拍摄呢。那我们就祝小绿生日快乐！谢谢你们，礼物到了就好了。好开心呀，这个八音盒礼物真的是太棒了，而且是我们亲手做的，最有意义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也可以亲手制作礼物送给过生日的好朋友哦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喜欢我们不要忘记订阅和留言哦。那小朋友们再见啦。再见。